看着两个弓箭的。我说那是明年的事吧。他明年再做呀。没有，他今年做，做了一明年一开工就送给你。对，他的是上个月来的时间就有了，是不是？那差个三五，三五。那走来是不是差个三五十，他也没走。刚刚不是来了，他那个两个弓箭的。那你们早就聊了。我不敢丢，嗯。我要表达也不能说表达，只能说提供不同的意见，不能说丢，这也不错啦。是不是要注意？你不要是挂鞋嘛，人家干嘛换的？你放心，不说话。那个你，哎。